这份饭，我现在老板很累啊，我都不想讲话，知道吧？看看我锅里就知道了呀，看看我锅里就知道，这锅出来就到你了，前面那锅出来，这锅出来不就到你了吗？我给人家喂的炒好，知道吧？炒的不生不熟，下次人家再也不来了，有意思吗？我肯定要把味道每一份味道炒好，对不对？不要着急，面包总会有的，知道吧？ 下班了，咱们不着急，好吧？你要学会换位思考。你要是我，你怎么办？我肯定要把你们每一份来的人，我都要把它味道炒好，让你吃了，哎，就这小伙子味道炒的还可以。这份出来就是你的炒面，对不对？ 你走开了，你不走开也是一样的，你不来我要给你炒。等一下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抬一下这头啊。 啊，我要把味道给你炒好。 味道炒不好，我这炒也没有任何意义。炒面38块吗？没错，一直是8块。你要来吃过的都知道价格，2年之内就是这个价格啊，你放心，不会涨价的。说这么早，万一要涨价我也不会涨，万一涨价了我也不会对它涨价。你放心。找过了啊，再炒到给我。啊，好的，不要着急啊。